花的岁末祝福。现在爱出门，我在把握时间。今天可以说多少话，走多少路，我总要你尽心力呀。这就是我平常所说的爱把握时间哦，菩萨们啊，期待人人把握时间，头壳底分分秒秒啦，都要有分缓，一定心念中有佛法，很自然的内心呐、啊，就会很清，清净，清净呢，表达出来，那就是要对人有礼，礼就是礼，礼啦，都是道理啦。礼就是修行的形象，道理呢是分秒流逝，所以我们待人有礼，就是结好缘呐、啊。这就是我们在过日子啦，结好缘呐、啊。这就是本身的修养、修行啦、啊，好好养德啦，叫做修养、修行养德。所以德行啦、啊，啊，这人真有德行哦，行都是爱修，因为时间不断过去，想到安尼呢，生命的秒钟过，要警惕，会惊，因为呢，秒秒过去啊，生命在人间，如何待人，如何与人结好缘，把握时间，积极工作，平常的日子分分秒秒都要慎重，要戒慎，不要自己放纵掉。所以呢，修行者时时念戒，时时精神，这叫做修行者。修行者时时提高境界，境界时日已过，名亦随减。平时都爱定定安尼的境界，好好甲生命呢盘点价值。咱专心出家啦，离家出家，舍弃了亲人，入佛门，佛门呢内底为天下众生，舍弃了小家庭，入大家庭，舍弃了一个家庭的少数人，就是开启心胸，要为天下众生。咱要照顾天下众生，一个人顾不起，要多人，真多人合在一起，才有法度呢照顾天下众生。所以入佛门，精进
修好三门，咱个需要好话啦，看看技术啦，咱在咱的情下，大家人来扶持情下，修好情下，来拥护自己，自己呢为天下人啊。付出，这就是按你一个范围，一个范围，一个范围，圈圈圈，一圈一圈啦，这个范围啦，核心保护，这叫做叫拥护道场，保护道场。出家呢，以天下为道场，天下人人啊，拥护道场，一直到核心来，叫做道场护法，那就是心向力啦，一个方向。所以咱出家在家。巩固呢一条康庄大道，这叫做道。所以道心、道念、道行，咱不是常常安尼讲吗？道心爱顾好好，道念唔通散失去哟。那道行唔通偏差。脚步唔通踏错，这呢，拢是爱叫大家人过好这条道，道行得好，叫做道德，道德巩固，这就是人间典范啊！各位菩萨，居士菩萨。同款呢，就是学法者，顾好了家庭，顾好了社区，顾好咱的道场，顾好常住人间，常住普及到所有的人间，人人那拢同款的心啊，那天下。大道场，天下众人护持啦，天下的道场，这就是你甲大家人讲，守护家己的本分，爱护人人，彼此疼惜，啊，这是人的本分啦。内外拢是同款。个人、个事、个物，都亲像即马扛瑞台风，咱呢一定要相信气象局所报告，咱来改心天性，改呢爱甲家己修好好，心内爱修，形态爱修。环境爱修，周围的物件爱修，树啊拄好好啦，物件捡好整齐啦，松松的物件甲捆好好，那门窗好实，顾好好，提高境界，这是智慧。师父要出门，甲大家人提醒：物件收好好，心爱收好好，家己顾好，师父家己会顾好好，大家人家己也爱顾好好。我除了顾家己，我即马就是咧顾大家人，大家人爱顾好好，这叫做。
互相照顾，互相安慰，安心啊，安心不是用嘴说的，我过好了啦，我周围都修好了啦，你安心啦，这就是真正表达的安心，这样了解吗？时间在过，师父就把这样大家人交代，过好好啦，敬老尊贤啦，互相听话，互相尊敬，以礼节相待，安尼都对啊啦。